我哋等咗咁耐，終於快開波啦嚇！歡迎大家收睇呢一場咧，絕對唔應該錯過嘅賽事。呢度係大家都好想身處嘅一個地方嚟啊！令人非常難忘嘅一個球場，令到比賽都多咗分色彩啊！比賽開始。喂 ，Keyman， 邊個係今場波能夠決定勝負嘅關鍵球員呢？相信富安健洋今場比賽咧會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！佢可以踢中堅，又可以踢閘，喺之前嘅比賽咧都睇到噶啦。佢有唔錯嘅傳速同埋帶波嘅能力嘅，踢閘嘅時候咧更加可以配合到球隊由後場開始組織攻勢。有時佢仲可以帶波上前面參與進攻嘅，自己踢中堅啊，佢就可以好有侵略性喎。好多時咧都會積極係上前攔截啦。咁對於要求球員咧係頻繁換上去前邊嘅球隊嚟講咧，富安健洋應該幾啱用。你呢個諗法啊幾得意嚇，不過我同意嘅。個波咧而家喺基利安麥巴比腳下。踢入中路，个波飞翻出嚟，追到神一神啊！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基利安麦巴比，哇！后卫都上埋嚟助攻啊，清走咗啦，将个波送去边线啦，揾紧机会传波啊，埋脚解围啊，直射，真系浪费啊！嗱，呢個波咧射埋都幾勁嘅喎，都要撲下噶。穿埋過去，中田英實買門得咗入波。今場波第一球，呢球波真係點講都冇得救噶啦！你睇下調轉到，真係一流啊！呢啲咪佢嘅招牌貨咯。攞到個好開始啊！客隊呢個第一個入球咧，簡直係反客為主啊！不過唔好開心得咁早住啊！薩卡利亞、甘拉特賴馬、南野拓實，嗱球證冇舉旗啊！哇，想隔眼過人，後防及到實一實，一啲都唔放鬆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咋。呢個波點追啊？做乜咁大嘥啊？後生仔，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祖迪比寧咸，個波喺基利安麥巴比腳下，踢到而家都仲係得一個入波，而家嘅比數咧係1-0啊，佢哋領先1-0啊。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。出咗界，又係界外球啦。呢一次進攻啊，到此為止啦。突破咗左路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好好利用呢次機會。喂，傳入去啦！呢隻雞就應該吹越位嘅。呢球傳得唔夠準噃，我話唔定一球定勝負啦。踢個地波入嚟，個籠啊及到實一實嘅。即刻啊，搶翻啦！卡華積、基利安麥巴比教炮啊，教正對方嘅後防啊！個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揾到空位啦，睇下有冇機會先。旁正舉旗表示係越位。
扎卡利亚，祖迪比宁咸在右路突破到了，而家会点呢？丹尼尔卡华即斩中，最少暂时可以松口气先，挡咗呢球波，咁大压力都解到围。日本睇嚟就好有希望可以将呢个优势带落下半场啦，真系好波啦，传埋去一个好有机会嘅位置，一脚踢走佢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。射佢，入咗啦，入咗啦，比数啊进一步拉开啦。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任拣。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功劳嘅，即系唔系个个射门咧都要好大力嘅，或者单刀过晒个防线先至得噶嘛。好似呢啲传波传得靓，咪一样可以入到波。射门啦，又入一球啊！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灯尾都望唔到啊！現代足球咪就係咁咯，唔係淨係企喺度睇嘅，要埋去搶嘅。